哇，哎呦，好像礼物一般，礼物，好可爱，圣诞节。你看，真的，会不会一打开看到你，没有你的圣诞节？哇，哎呀，圆圆的，哎呦，哦，一样的，哦，这两个有的拼哦。 哎，好像都是熟女比较厉害啊。对，而且那个嫩妹她是摆一个什么猫咪叫的姿势。对对对，好像招财猫，招财猫。我以为是健美先生，选猫叫，一起。那个是招财猫嘛？对，招财猫。可以帮你招财。哎，熟女就是很庞德女郎的感觉。是，好，那小钟哥来先选哦。对，当然，我先选那个招财。先选是什么？先选招财猫。嫩嘛，嫩嫩。All right。圣诞节配合这种嫩的应该蛮好的。 哇，哎呦，好像礼物一般。礼物，好可爱，圣诞节。看，真的，会不会一打开看到你？没有你的圣诞节。哇，圆圆，圆圆啊！哇，这圣诞节圆满了。他是一个演员吗？他是演员，演员，他是演很久。演员啊，演员，他叫演员，演员，演员就是也上过我们节目，然后也跟常常出外景，对不对？有有有，各大节目啊。圆圆身高是。 163公分。OK，你的三围是？34E24是35。您今年几岁可以讲？我今年23岁。请问你的星座是？天蝎座。哎呦，天蝎座。怎样？天蝎怎么了？天蝎座是很厉害的，会蛰你。没有，我有很多的老板都是天蝎座，都很厉害。那个，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那我们好好聊一下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。哎，请问今天这个穿着要去圣诞节，您最大的 卖点不是卖点，重点在哪里？就是我希望，如果男朋友跟我约会的时候，可以把我当成公主一样对待。哦，不是当成礼物带回去。对，没买，他这个就像个洋娃娃。对，也有也像小公主的感觉。是，嗯，小松这个可以。哇，这样子穿着我不是他的。我觉得什么是什么哇？洋娃娃，洋娃娃。我觉得他算是天才。哎呦，重点他也是客家人。 那你为什么不进水楼台先得圆，尝试过但是失败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打圈打枪，没有，没有拒绝过他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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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有一起出过外景，对对。我就发觉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女生。那我们一起出外景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吃大餐，牛排，他因为他最喜欢吃牛肉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呢？他全部都拿给我吃。啊，他因为他知道我很饿嘛，他只有在 点一刻来吃，等于说那一刻先让我吃。哇塞，贴心哎！你为什么要先让他吃呢？因为我一坐下，他就说哦，他看到这个牛排，他就说他很想吃，他也很喜欢吃牛排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先给他吃好了，然后就把它切好。客家女儿都是这么贴心吗？都很贤惠。哎呦，兄弟还好，客家女儿都是这么贴心吗？都很贤惠。哎呦，兄弟还好，你有没有想过他可以当你女儿？哎，你这样就打我一枪，那有打我，这样很好啊。 那我老婆也是，对啊，刚刚就是娶女儿，对，这样我们把她更照顾娶女儿，没有，你也是啊，抢人家，都是娶别人女儿啦，所以我们谐星都是娶这个年纪比较差比较多，但是你的个性是不是有问题？要不然为什么每一次都交往，深入探讨，刚交没多久就分开了，分开的理由。 或者是交不，或者一直追不上。其实我们都一直很，你看龙人家小马，那以前脾气那么不好，人家现在也是变又生小孩，对啊，还有那个刘畊宏，对吧？对，修比板华现在就剩我了。嗯，对啦。哎，你为什么留冷汗？你是很软。对他个性身段放人，心软啦，摄影师，蛮挑的啦。他一定也挑啦，对啊。你23岁。 刚好，你多少？43岁，47了。哇塞，23岁，43岁，那差了4岁。差太多了，差两轮。那不行了，不行，差太多了。哎，你们属同一个生肖，对啊，属猪啊。哇塞，两轮啊，不会啦，你们又没有吃猪排，是吃牛排啊。那你们可以一起去安太岁。哎，搞不好他爸爸还小你的岁数呢。他妈妈真的很年轻。 他妈真的很年轻啦，媽媽真的很年轻啦。圆圆，你认为男女在圣诞节所想要的东西差别很大？哦，差很多。为什么？
因为女生会想要跟他一起吃饭，然后想要他送一点小小礼物，几百块的也可以。但男生都会说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我抱着你就好，不然我们窝在棉被里这样子，就是都想着棉被。对呀，你该不会就是这样吧？我我会先买礼物，然后再窝在棉被。礼物在棉被里。对呀，不能一开始就窝在棉被，那太没有。你礼物会带在身上吗？带在身上。那是宝贝礼物了。带着带着。宝贝礼物了。带在身上，不是那种。我跟你讲哦，现在这个就是考你。因为演员他就是不用骗，他有交过男友。当然。但是他从来没有过过浪漫的圣诞节。那请问在圣诞节这个事情上面，你有做过浪漫的事情？如果你约演员，你会怎么安排？没没没，他以前做过。其实我觉得小钟你很适合哎，我适合演员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上次就是上一个在圣诞节分手的嘛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会做过什么样子？我曾经就是在我家里布置，就是有点像综艺节目，因为我们上很多综艺节目，我就有一个箭头。可能先箭头到鞋柜，他一打开鞋柜，然后拍就这样啪。就有一个新的鞋子送给他，哎，然后接下来会下一个谜语，下一个谜语又下一个箭头，可能到厨房，他可能很喜欢做菜，送他一个锅子，然后下一个箭头又到那个阳台，还在想，阳台呢可能送他一个晒衣架。对，没有送礼物，有时候要送贴心，送贴心的啊。最后的时候是送他一个他想要的一个名牌包包。OK， 哎呦，那这样子，你是会认为是浪漫吗？非常浪漫，因为我第一次听过有这样的送礼方法。那这样走完整个全程可以盖被子吗？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啦，谢谢你是。谢谢，你很缺衣架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整条路走下来，时间很长，而且小钟送的东西哦，名牌包包当然是就是压轴，弄新的，对，晒衣架我觉得很强，嗯，因为那是你心里面有他的时候，你才会送这个样的礼物，注意的，说两个要在一起，不是纯讨好，对，你知道，不是纯讨经验的一个结果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就送包包就有暗示未来的，对，还有锅也很重要，嗯，那鞋子是先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对，最后那个是你给他的礼物，对，太棒了，嗯，好吧，这整个下来的话，我算一算，差不多75万。那你没有还好啦，现在好像喝酒在聊天。好，来，演员请坐。谢谢。